着瑜伽裤出街的争议经常都会见到，但近日有网民搭港铁的时候见到有女仔着着时兴的真理裤，亦都觉得相当难看，于是他就上载了相发文公审，说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着这些这样的裤出街，好肉酸。贴文即刻就惹起了网民公愤，大部分人都认为人人都有着衫的自由，很多人批评说人家着什么关你什么事，条裤没问题，是楼主个人有问题。亦都有网民斥责楼主偷拍再摆上网公审的行为，才是冇品又肉酸。